感谢您从小到大身兼父职的照顾我。听阿姨说，您总是前面背着我，后面背着药桶，气喘呼呼，汗流浃背的工作。希望您健健康康，快快乐乐。妈妈，春节快乐！好，来来来，谢谢，谢谢。妈妈，你怎么了？妈妈，妈妈崩溃。他没有跟我说过母亲节。本节目由宜兰鹤地法庄园冠名赞助播出。